秀水乡宜兴村安东里白白水沟内杂草是发甲规人悬，山土嘛满四过，道路拢是窟啊！即马风台搁要来咯，居民是赶紧向宜兴村长施文达来反映，嘛向管理员投诉未定情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进行准点。民众透过大中华新闻的镜头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新铺设点仔架，先给因一个安全的行车环境。这条真难行的呢。安尼啊，啊，现在落较歹着，拜托个，紧来甲阮看，安尼无人顶几工，人才阁跋倒咧。接到民众叮咛，宜兴土小弟甲宜兴村的村长也来到秀水乡安东里白查看，发现白水沟内面生满杂草，甲积满沙土。这个安东里白这边的家嘛，拢水一直顶起来嘛，拢淹着咱的这个田的水吼。啊，照你讲。这个准点的工课是要在六月底风台来进行，都要给它清淤完毕。结果在咱现在所看的安东二排是完全无清。啊，管政府嘛讲来看，啊看看的，毛拢无下无落。啊，希望讲咱管政府咱的水质处的讲重视这个问题，较紧把咱这个所有的杂草跟那个泥土能够把它清淤，较袂讲施工风台来，搁来堵塞。去田做田，迄个稻仔拢会淹起来。啊，前下即马算挂稻机嘛吼，啊挂稻机，伊个草即马挂起来，拢满遐落规落，拢全规个稻草啦。啊，而且我昨昏早咧叫工作，拜托工作紧来甲阮清。啊，清了，阮后来有要收，草无当着。啊，甲即头足大，啊，无计即条狗紧来甲阮整理哦，迄落整顿哦好者。将安东礼拜杂草甲沙土清除，居民就希望相关单位啊，趁着风台来临进前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让居民较免受到淹水之苦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受水采访报道。